欢迎光临，请问是入住吗？对。来，这个我帮你拿。谢谢。有点重。哎，请这边走。爸回来了，比较好定。爸爸你好。哎呦，小星星呢？需要帮忙，我也需要。好。那你们早点休息。好，拜拜。你钱下来没有？下来了啦。妹妹补习的钱要缴了，老师一直打电话来，你不够要跟我说。我要去上班了，拜拜。爸爸，这个我画的。这个是谁？这个是我。那这个跟这个呢？爸爸，妈妈。哇，你快生日了耶。你有没有什么生日礼物想要的？鱼哦。嗯。你想要什么鱼？小金鱼。小金鱼。欢迎光临。妈你好，那你健康证件喽？在地方大名是，好，先领一下哦。哎，阿炳，哎，辉哥，安娜，你有谁中吧？有啊，可能初恋啊，安怎？我那妹妹过生日啦，啊，想要和你做一下西装。好吧，没问题啊，小可代志尔，我明仔再提来给你。啊，多谢。来啦。喂，喂，阿豪，是安尼啦。拜三，恁老妹妹生日，想讲。但会使向你借一台车，你在变路哦。好，哎，明仔载吼，好，拜拜。外公外婆好。赶快工作好不好？爸爸妈妈，好久不见，回不去。来很久了吗？还好，还好。等一下，又换新车了。就想说，小朋友也长大了吧？对。然后车子大一点，比较坐。对，那主要是安全啦。对对对。好。嗯。爸爸妈妈点菜了没？还没点。啊！你租这台车花多少钱？跟朋友借的啦，不用钱。你真的很莫名其妙哎。
你可不可以以后有什么事情先跟我讲一声，先跟我商量一下？你莫名其妙生这台车出来，然后还有这套西装。每次都这样。如果能这样子开心一下，也就值得了吧。